这儿呢。你想碰吗？明天可能有点事儿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明天好像得去个电影院。跟谁一起去啊？跟我室友或者我朋友。行吧。咋了？生气了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真没生气？没有啊。哎，行了，不许闹了。其实今天我就是找你一块去，我那个明天看完之后要写个观后感，然后交给导员。干嘛？你让我去我就去。哎，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别生气呀，我就特意来找你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两个玩个游戏吧。玩啥游戏啊？你猜猜我哪个手里有糖。然后呢？然后猜赢了，猜对了我就给你去啊。50%的概率选这个。太对了。Yes， 所以说嘛，天注定你让我去的。那这样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跟你去吧。对呗，但是这50%的概率你看还是比较有缘分的，对吗？谁说是50%的概率了啊？明明是200%好吗？脑海都是你。